这摄像仪的线其实就是，从这个车窗这个缝隙里塞进去就行了。那你用手塞进去之后，它会卡住的，这样的线基本上就会完全隐藏起来。当然，它跟连接这个摄像头。这边还是会有一根线露出来，但这应该无关紧要，不会挡住你的视线。然后延伸在这里，塞进去就好，沿着这个缝隙，这些都可以弄开的。沿着这个缝隙。